可能绕了好大一圈，浪费了好多力气之后，我们才会明白，其实过程不是那么快乐，才可能领悟最简单的幸福，原来一直在身边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再也不用大费周章去追求些什么，因为最值得我们用剩余的人生去好好珍惜的。 不过就是身边的这个人而已。 点什么呀？阿弗洛狄特，没问题。那么健康啊！当然了，我给，谢谢。哎呀，贾小朵，打赌我可赢了，给我，你给我物色着点朋友。啊，你可得抓点紧啊，要不然我这成高龄产妇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真的也太神了吧，居然可以预测未来。念大学的时候他就有这本事。 怎么做到的？就我能告诉你吗？就大哥你娃还怎么会啊？你看我这酒吧，生意也不怎么样，我怎么撑到现在的呀？全靠第六感。<笑>那你赶紧给我们说一下，看看我们能有几个孩子，然后定居在哪？掐指一算啊，五个孩子。五个，五个，我，OK。 你 OK， 我还不OK呢？太多了吧？妈呀，还好吧？哎，然后，你们两个人会定居在北京？哦，北京的。嗯，北京挺好的，我特想定居在北京。我本来没有这个打算，但是去了北京之后，才发现北京真的好。对，而且现在祖国大环境那么好，特别适合创业。你赶紧把这些年挣的钱，去北京投资。嗯哼，嗯哼，嗯哼，就是。再说国外现在还没有国内发展快呢，对吧？ 你好歹回北京做点贡献啊！想一想吧，五哥，篮球队，真的很可怕啊！徐天，剩下在酒吧的地下仓库给你留了一样东西，你去看看吧。 这不就是盛夏之前给我做的西装吗？